非常难，要收敛成像文人一样，哦，知道吗？只是有时候会漏，有事情一吸引他了，或者那个警觉心一出来，眼神就出来了。他不是他利，他是利。平常文人表现的就是很柔，很柔。那个警觉性一出来，那个精神就出来，眼神就非常利。就这样，就这一瞬间，一瞬间你会看到。啊？啊？这就是藏的比较好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这样子啊。这是我师父，这样子，对呀、啊，他没有骂孩子的时候，骂孩子的时候，哇塞，那个力量起来，整个起来不一样，就不是这样，根本搬不动他，很可怕。啊，那种人就平常那个眉毛掉下来啊，老寿翁的眉毛、白眉毛，眼睛也是啊，人掉牙齿，掉的只剩两颗门牙，就是这样子，知道吗？啊，力量一起来非常狠，所以练武就是这样子的，啊，练出来了，练出来再收敛，把它化掉，就是说练精嘛。精力练出来了以后，练出来了，放掉，不要了，精的力量再转成气了，晓得吗？啊，就是肌肉力转成精力，肌肉力不是不好哦，一开始一定要有相当的肌肉力，这个肌肉里面的能量转到精的上面去，你肌肉一放掉。肌肉里面的气血放掉，走到筋去给筋，晓得吗？筋被养的好了，韧强，筋养出来了以后还要放掉。练武的到后来就是舍不得放，尤其是他们那个时代，时常面临到别人的挑战呐、啊、伤害，他不敢放。啊，所以要有一段时间放掉以后才会慢慢转，那这几个阶段身体都会比较弱，哎，有时候像生一场病，大病一样，手脚没有力量，啊，要经过几个阶段的转化的。那有些人他不愿意转，他就停留在那个很强，啊，好，有问题吗？